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武汉 E-Star Pro 对阵佛山 DRG GK 的比赛。感谢官方鞋服合作伙伴 Puma 倾力支持，出装标配超神开黑，生来稳赢，实战秀不停。上 TT 云一键匹配，告别单排轻松上分，赶紧下载 TT 云，给力丢随时有，王者之路不用愁。微信搜一搜网卡助手，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更多福利等着你。星辰之光闪耀赛场，9月19日至10月18日，2022年 KPL 春季赛武汉 E-Star Pro 冠军道具烂漫星辉限时上架，进入游戏内赛事商城即可购买，喜欢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本场比赛其实这局跟我们赛前所预估的有一点点相似，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判断的是弗兰 DRG GK 需要在野区占据更多的一些主动权，所以很着急的在野区进行了一几波打架啊，包括跟他们在就是季后赛第一轮这个梦奇嘛，实际上整个彭彭在整个夏季赛也只用过一次，就是在胜者组的第一轮跟凡人跟那个伊斯塔交手的时候，也是在第一局使用的嘛。前面实际上是有点像就是伊斯塔把野区守住了，然后反过手来打梦兰，这个点实际上就把整个经济点包括他们前期最强的公孙离那个点压制住了，但是后面的话确实是抓住了一波，因为在上路的前在下路的前一波交手是记了孙尚香的闪现，所以说那一波是抓住嘴哥没闪现的时候开了一波把局势打回来，但无奈后面兵线太差，而且有个刘邦卡着那个暗影先锋，那个暗影先锋迟迟推不过去。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GK 在下一局需要补足的，对于对线能量补足和东鹏特饮开团气势回来，能量 buff 加满值轻松上高地 carry 全场无压力，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觉得这是在下一局反正 DRG GK 一定要做得更好的地方，就进攻前期的进攻我觉得固然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打自己的进攻打着打着把自己前期优势全部打没了，真的得不偿失。哎，今天这个 E-Star 的状态太好了，他细节各方面抠的都很到位。 GK 这里的话虽然说是拿了一套前期可以进攻野区的阵容，而且这个阵容强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一种，但是就是你在打一个主动进攻的情况下把自己给打崩了，就这一点而言的话，第一局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两队状态和细节上的一个差异是比较大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就是令我比较放心的一个点，就是在于 GK 在打团方面，他在团战层面上在第一局展现的还可以，是最后的话也就只是在风暴龙王的一个拉扯战当中，再加上一个三路高地全被破的情况下兵线压力太大了，然后出现了有一些可能情急之中有点急，然后在拉扯中没有做好被 E-Star 不断的消耗，最终团战是没打过的嘛。第一波的一个入侵是 E-Star 就明显是已经想到了，所以说他们的中辅一直是以打状态为主，而猪八戒直接抢线。第二波的话就像小胖说的，梦奇这里有点急了，直接是交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个底牌了，对，然后就走不掉了，然后在这几波团战上都是 E-Star 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碾压，感觉 GK 又是破了三路高地之后无后顾之忧了，就是相对来讲还是说那个闪现，因为我看那个闪现 CD 还差一点，但是这就是顶级队伍一个交锋嘛，闪现记得都很死，是抓了一波嘴哥没闪现的一个时间，是开了嘴哥一波，但确实最后那个刘邦处理线，你看刘邦下路堵着那个暗影先锋不让你过去，然后现在 GK 其实特别痛苦，然后对于很着急，这波就已经被消耗的，被孙尚香和沈梦溪在右侧那一块消耗的特别难受。他这条龙扑又扑不出去，因为这个阵容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先手或者是切 C 的一个能力。对，然后当时那条风暴龙王的血量又是一个弃之可惜的一个状态，就是那波如果 GK 选择撤，有可能也撤不掉，那个是要被包一个大圈，也要被包住，而且如果撤的话，风暴龙王也要被 E-Star 拿掉，只能选择。就是把龙打掉了，对，就是前面欠的东西太多了，是，所以就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一点，就可能对于 GK 的粉丝来讲，就是如果前期没有那么崩，这个中期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战之力的，但是我又想说一点，这就是 GK 的风格，就是如果说 GK 不去你野区打，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前中期也是比较难度过的，因为 E-Star 会抓住你野区的一个漏洞，就是如果不进 E-Star 的野区的话，只能说这套阵容白拿了，对，
就所以我说的就是点嘛，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了前中期很可惜是 GK 就处于一个场面的劣势，但是其实进攻方一直都是 GK 想要尝试不断的进你野区做一个骚扰，只不过是没有在对方的野区赚到便宜啊，这是我想说的一点。但我觉得你透过点看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实际上 GK 在两波进野区的话，让小胖都在说一个问题，就是细节的问题。他的细节这个东西，不是说细节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因为你临场状态差而做的不好，而是在你平时的训练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比赛里面就会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对，细节就是一个日积月累。为什么就是队伍分成 S A B 组，尤其是 S 组和 B 组之间的队伍差距很大？就是说我可能一套阵容拿出来，我可以用一套弱势打你强势的阵容，就是因为我的细节真的比你做的好太多了。对。而且 E-Star 其实它就是一个以细节著称的一个队伍，它一旦可能我快你三秒钟或者是快你五秒钟，到了两分钟之后就是2000到3000的一个经济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武汉 E-Star Pro。 其实上一场比赛双方的这个 BP GK 的这首梦奇的选择，确实老朱一查就在那场胜者组决赛的第一把，相同的位置，对，只用过一把。然后整体来讲的话，这一盘佛山 DRG GK 拜访选边是选择到了一个蓝色 方、然后在上一场的话，猪八戒已经是被使用掉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时候能打蒙恬的英雄就只剩一个吕布了，所以说他们可以去考虑蒙恬把这个分抢下来。而且 E-Star 伤说白了，他第一盘也两边都在防着对手的一个吕布，之所以出公孙凌加孙膑，也是孙膑这个英雄你出了孙膑不好出吕布了，对吧？然后这里猪八戒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实际上你看在第一轮的 BP 大家各拿各的，但实际上大家都想让对手去拿一个蒙恬想去把他打掉，去扛着他，想去把他打掉，因为这个英雄一旦打掉了优势实在是太大了。但两边教练上都他们两个也很熟悉嘛，包括也是执教很久的一个教练了，所以说都是看透了对手的一个心思，从头到尾就没对这个蒙恬动过心思。对，所以我觉得在如此熟知就是对方的两位教练的一个 BP 下，我相信双方在下一局的比赛一定会更加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回来，现在武汉 E-Star Pro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看来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节奏真的很稳。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今天的武汉 E-Star Pro 跟上一场他们对阵到 TCG 是一样的，就是很稳。他们在上高地的时候我们感觉是有机会一波，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稳一下去拿龙。E-Star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们，是冷静，是的，对吧？特别冷静，他很克制自己，理智，保持了理智，理智，对，很理智很重要。这几个词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着重强调是在佛山第二季 GK 身上的，包括阿改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说，他们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冷静一点，是的，但今天 GK 从第一局比赛给我们打下来的感受，他们是要打出士气，是的，打得非常激进，对。对，但是在就是无论如何，我要把我要压过你，我要揍你，对。因为看你看他们进野区都是直接是的，就是中野边，对吧？一起进中野边一起进，然后再包括辅助都全部都钻进去了，不给你机会的。对，他说明带惩就是这个目的嘛。对对，那也是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BP 博弈，蓝色方佛山，第二局 GK 红色方武汉 E-Star Pro。还行，不是很担心。刚刚看了一下 GK 选手的表情，还是笑嘻嘻的，还可以。毕竟才第一把嘛，对，现在是第二把了。而且他们到后面团战是不担心的，团战配合的还是蛮好的。对，像刚刚黄超在评论区说的一样，就是在后期的团战上看得出来 GK 还是今天非常在线的。所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GK 这边是首先搬掉了公孙离，第一局用过的，是的，搬掉了阿离。第二手搬掉什么？明世隐在红色方肯定不会放，就看这个大乔后续要不要搬。他可以搬个吕布，蓝色方，然后抢一手蒙恬。哎，是可以。哦，搬火舞，也是想玩猫啊。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塔这个大乔，你搬不搬？肯定会搬伊斯塔。嗯，就跟你拼常规，因为我不用跟你怎么什么花里胡哨的。对，我就跟你拼常规就可以了，搬掉这两个有变数的英雄。嗯，而且第一局蓝用过了，蓝是打大乔最直接的一个英雄，直接强推。哦，搬蒙恬。他这手我看他一搬公孙离再搬火舞，我觉得这个大乔是想放，放大乔之后自己拿大乔老夫子，他们那套治疗大乔加双腰带肉装老夫子。然后打那个东皇，你想凯？哦，凯也可以，搬火舞拿凯，之前我们在小组赛经常见到。是的，因为凯是好打大乔老夫子的，凯加关羽。嗯，
因为你老夫子揍不动他，前期野区会很难受，你也不可能绑他。对，这局大乔像个皮球一样 ，EastStarPro 踢给了 GK， 不要踢回来了，都不要。哎，这个陷阱你们之前在打比赛的时候会考虑吗？大乔陷阱？没有吧？没有吗？这不算陷阱吗？大乔老夫子只要玩得好就是无敌的，就还是会拿，对，就不会考虑你不拿我不拿这种情况，是的。但现在大乔在外面，武汉因为武汉伊斯拉普日的大乔老夫子是非常厉害的。是的，在之前比赛里面，在整个夏季赛期间，子阳拿了8次，赢了5次。大乔胜率很高。但是关于凯拿出来，这就是关于打马超双战边的对抗。但这场比赛我们看武汉伊斯拉普日的阿古多马超。是的，这 GK 关于凯这英雄其实是好打阿古多和马超的。因为阿古罗和马超其实都打不动凯，凯可以顶着你进野区，然后蒙亚也是好打阿古罗马超的，前三楼都是 counter 你阿古罗马超的。就在 KPLS 组的队伍基本上拿到了凯之后，一级就会直接进。是的。那武汉 Insta Pro 中路位置要先出了，要先补强啊！这时候周瑜出来，意思就是讲你要别来了吧，别来了，别来了，我先抢一个最强的抢中的。是的，你别来了，你来了你也不想走。是的，或者你来了你也是半血或者以下走。然后看一下后续的班位啊，佛山第二季 GK 还剩他们的游佐和中路，没有选择，搬神魔蜥了。搬神魔蜥。这关于凯配神魔蜥确实就很恐怖，就神魔蜥一颗大招下去，凯就直接开大往前冲就行了，是，一个人就能把对面 C 切了。那看看 GK 最后两班，鲁班大师。他怕伊斯纳搞两套体系来给你打，他怕下路父子上路阿古多马超，他怕下路父子，父子是相对好打关于凯，就是这套阵容是五五开的，我父子也有机会，但其实是关于凯要主动一点，但如果父子拉扯出去一波，那个小鲁班的伤害确实顶不住。哎呦，这把清风的王昭君搬了，清风的招牌，这马超怕呀。是的，首先是中路抢线上，王昭君是好对抗周瑜的，然后其次就是王昭君是 counter 阿古多马超的，对，因为王昭君有减攻速，然后那个阿古多效果，对阿古多的熊丢出来。他也能冻住，然后你阿古洛熊就没有用了。搬一手盾山，把你前期强的都搬了。看看后置位的选择，小胖剧透一下。今天 GK 在后两手的班位都是把班位给到了子阳啊。射手没有阿迪，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虞姬了。说实话，如果真的要选一个射手，只能虞姬了，意思。因为他不选虞姬，其他射手实在太难活了。对，关于凯，然后没有父子，是啊，我被你下路还对线打了个蒙亚。虞姬打蒙亚起码是能打的，还对线能玩一样。其他射手，哇，这蒙亚有回复，是真不好打，对，是真不好打，只能选个虞姬。已经然后辅助的话，看左边怎么出吧。如果他出个软辅什么的，右边可能会出个鬼屋子或者兰陵王了。先拿个一星，一星就不会出兰陵王了。棋子能反应哇，这套阵容感觉 GK 太好打了，因为他只要把团开起来，他就留一个阿古罗凯开大上去砍都无敌。在我的理解里头啊，确实是很好打的。不得贪胜，太乙也出来了。是的，伊莎 Pro 要看选不选一个奇迹英雄鬼谷子，因为子阳的鬼谷子是很猛的，绝活啊，绝活。KPL 两个大鬼谷子都在今天的赛场上了。哦，菲菲，张飞。菲菲也可以，菲菲就是比较稳健，打阵地战的。不行，我就给你吼走，我不打了。是的，反手能力比较强，他有劝退作用。是的，他跟周瑜两个劝退作用。张飞只要他中路有限权，他能一直赚你小野。张飞是比较好打关于凯的，然后也不怕你一星的消耗嘛。然后对线也可以补足，因为蒙亚对线很猛。对，然后选一个张飞缓解一下对线。但在前期伤害方面，感觉佛山第二季 GK 这个阵容的伤害要更高啊，基本上到四级之后一星就可以动起来了。然后蒙亚前期也很猛，推塔速度也很快。对，前期要看有没有蒙亚，有蒙亚伤害确实很高，但如果没有蒙亚的话，上半区的强度其实是差不多的。阿古多马超只要有疾跑，然后阿古多来个一，哇，那伤害也很高，是因为凯前期是没有护甲的，他要先和二级肉刀，然后再来个抵抗鞋。哎，但他这把可以护甲鞋。今天小胖来了，很有权威的，这是朵河创始人 KPL 朵河创始人，一个大一个 C 半血就没了，两边阵容已经确定完毕了。这把就看一四二前期到底能赚多少小野了，因为周瑜。是的，要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局对决了，进入比赛。
进入比赛，蓝色方佛山第二 GGK， 红色方武汉 Estar Pro。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琪琪。大家好，我是瓶子。大家好，我是小胖。看一下双方开局啊，刚刚小胖也说了嘛，周瑜和张飞的中路线权能够帮助他们赚到多少小野资源。是的，这个三雄很重要啊。子阳也是带的成嘛啊，直接抢先，这一星看都不想看一下。两级一星才有线权，先说一下，一级一星的真的没有。哦，直接揍你啊！我不偷小野了，对，我先把你打残再去。先打一波，阿改被打得很惨。小野来了，他就当着你面，我来了。啊，尼凯怎么办？1500血，来交城。哎，不交城，不交。可以，交城直接跳走就完事了。哎，这个必须得说一下，老版本啊，中路一分钟刷河道之灵啊，这个城还可以留给中路的。对。今天一来的时候，小胖就说了：“哎呀，这个版本中路河道之灵新版本30秒刷，我都吃不到了，看都看不到。”对。一个人打野是中路的了，对，现在一个人打野，打野效率又不是很舒服。哎，上路这百兽都坦然拼了一波啊。是的，关羽和马超对线的话，是马超有优势一点的啊，因为马超他有回复，和你换血他能一直回。对，哎，下路已经压制了啊，但这是正常的，因为萌芽对线能力就是很强，而且他在拼完残血之后，他满吃怒值还能回复。王海，王海，王海来了，找到了，然后先滚上去捡个速，再来个一技能拍一下，最后闪现，闪现，闪现，最后一下补攻啊！孟兰开了疾跑，头也不回的就往回跑。是的，我感觉伊斯拉打 GK 的时候有点针对孟兰的，闪现炸，炸单杀了，有二铁再炸单杀一血到手，一血给到阿改的太乙真人，还是挺凶的。那这波孟兰鹏鹏要不要去反个小野？鹏鹏哦，就当着你面反小野，鹏鹏来了。怎么说，你阿古都有大了，打不动，打不动，就当着你面反就行了。一个城反掉一个红隼，很赚。对，这样开局的话，佛人第二 GGK 是一个小优开局了。对，是的，优势啊，因为一征在下路那波闪也交了。嗯，他主要是用完一技能之后再跟闪现跟普攻。是的，如果说他等到一技能闪现 CD 好再一闪，我感觉概率更高点。嗯，希望现在就等 GK 抱团，然后一心只要看点人留个前排凯开大狂砍就行了。但我们这把比赛也不是看一征这把能够怎么着，是而是看 Estar Pro 他们这套马盒以及他们的中路的线权和辅助的节奏。他这把就是保保下路，不要让一征太逆风就行，能把 B 线吃到就好。哦，要进来，野区想进去了。狂大，这个大招狂的不好，但是无所谓，就当着你阿古的面翻页。对，海就是这样。拼城，哦，子阳拼到了，还好，要不然就崩了。对，守下来了。是的，在张飞身上，他一星大招可以框慢一点，等对面过来。花海是不是有想法想反入侵啊？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法，这进野区太危险了。对，他这波阿古都没大了。哎，真想进啊！关羽会绕的。瞅了一眼，算了，不敢看的，不敢看的。对啊，你关羽在上路啊，这凯都有大的，怎么敢的？对。他可能是有这个心。不是，他伊斯兰就是会记你野区 buff 的时间，他看一个时间，哦，那我下播，就像子阳玩到他东皇啊，然后或者那种鬼屋子，他就会从他们家红区那，然后龙上头那个地方，然后一路冲到你的 buff， 然后你刚开始打 buff， 哎，没有人进来，然后结果过了2秒，你还在打，哇，冲出来5个人，很恐怖的。嗯，他只是瞅一眼，看一下时间，哎，闪现，直接闪现上去，主动动手，先走到上面，然后直接吼到了，给一个复活，捞起来，但是坦然在旁边再来一枪，人头还给到了坦然的马超，同时红区也在打，是的，但这波周瑜给了一个反向一，把 buff 给拉脱战了。坦然这波很聪明啊，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红区现在是3打3是不好打的，那我就去放线支援一波下路。哎，这波鹏鹏大招必须得交了，被烤得太难受了。对，这两波伊莎通过自己的处理，然后给自己打出来的优势。这波很舒服，刚刚是一针虞姬闪现开团，坦然，我跑得快，对的。张飞顶着反，他的基础的移速是鞋子里面最快的。对，是的，80啊。嗯，转线速度快。哦，就当着反。哎，还反了一个红。上路位置单杀了，单杀了，再顶一下，最后一下，有机会顶到墙上来，单杀掉了，百兽单杀坦然。那这波节奏开了呀，这种单杀很长士气的，因为已经刚被搞了一波，然后自己又操作了一波回去，然后兄弟们肯定就喊 nice。对，而且这两个人头佛山第二 GGK 都是单杀出来的，这波没办法，坦然没有疾跑啊。是的，百兽这波是开了大，开了疾跑，全技能跟坦然打的。
怎么上塔也掉了？看这波，哦，被反推了，对，推到塔里，可以，还躲了一枪坦然。嗯，主要坦然刚下下路那波疾跑用了，然后对拼的时候他 CD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他是个疾跑前，对，他只有资源上才厉害一点，没错，他转线吃钱是要比平时厉害，但他如果直接跟关羽 U1 的话肯定没有平时 CD 前厉害。嗯，但是刚刚在 1v1 的回合，哎，这波找一张，一张二技能先开出来，二技能舔到再炸一下，哦，很细节，一针大的规避，但还是要被舔 死，太乙给一个复活，轮流分担一波塔伤，但这波下路的一塔还是被推掉了，伊斯塔还是赚了一个塔的，上路再推一个塔，双边一塔都被伊斯塔给推掉了，然后紫阳帮忙控龙啊。不过这局一针他确实也是一个抗压位置，嗯，他这波阵亡他出来还是能补钱的，但是队友这边已经把局面打开，就把塔推掉了，而且其他人也在抱团拿龙，对，是的，是吧，如果能顺利顺利发育到后期的话，一针的输出环境是比梦兰要好很多的，嗯，因为他有个张飞还有个阿古朵，这两个都是打团很猛的英雄，哎，这一波伊斯塔冲进去，张飞给大招，马超直接冲进去想给一下，但是龙亚根本就不虚啊，那只能掉头跑了，知道站在了周瑜的两个火当中不敢走，凯上去砍一刀，哎，能够击杀掉，可以让一星的一技能的飞攻收掉了，关羽再绕，关羽再绕，找到坦然先给大招推上墙，推再转一个一技能顶回来，再踩一脚，但是虞姬来了，那没办法了，这种不能踩的呀，踩进去白给了。那这个蓝区辅助第二季 GK 这个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及，张飞收场了，然后两个人再给一技能挂减速，他也给个复活，但是要被留住，对，要被守尸了，有名刀再站起来还是要倒。这波团战一开始辅助第二季 GK 是打赢了 的，但是追得很深，他们还是想再赚一点，他们想接应白兽，这种就很亏了，但是接应完了在蓝区又犹豫了一下，是想反蓝的，这波蓝和中塔都要掉，嗯，这波虞姬先踩上去，点一下把他给带走。鹏鹏来了，鹏鹏手里有大招，上去闪现，一个闪还可以，而且把一塔保住了。嗯，感觉伊萨的状态今天是要比 GK 好的，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前中期肯定没有 GK 好开优势，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路和运营，然后来让自己取得优势。对，两个字，理智。就是今天的伊萨，哎，百兽，哎，百兽。哎，应该哦不会动手，对，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二，那种是无视野的，我们上帝视角看是可以动手，对对对，是。今天一针其实打的也挺凶的，虽然说他前面一直在被针对啊，但是他几波团战都是虞姬大招先手啊，他上去定先手效率更高啊，哎，效果更好，而且成功率高，嗯，是的，他只要踢到了就没了。给一个先手，其他后续的小控制都能跟上，尤其是花海的大招啊、紫阳大招啊都能够跟上。现在看看佛山第二季 GK， 小双总是换到上路来，把线带过去，塔是能推的。嗯，现在经济看起来是军事，啊，但其实你有太乙的话，你这种就不算军事的，哎，对，绕后啊。哦，这波直接框。这波框的还可以，但是已经被考察了呀。张飞先不能强冲，动手大招开出来，鹏鹏这波直接叫大跑，但关羽这波进去打出来不太好打，火。但是这波没办法了，紫阳一马当先冲在正前方了，一个人追三个呀。对，百兽这波进去是直接被打残了，阿改交个复活也没有什么作用了。这波冲的太强行了，框是框的跳，啊，但周瑜已经把火给铺好了，对，进来已经被考残了。而且刚刚太乙也没复活了，是的，太乙复活已经给了嘛，对，给了自己了。现在张飞是很无敌的，张飞只要顶在前头，你左边基本很难冲，然后现在就是慢慢滚野区了。对，刚刚这波团战开启的时候，子阳也没慌啊，他把这个大招捏得很稳，找到一个合适机会放大，去隔断一下战场。嗯，哎，这个蓝 buff， 我看一下说应该是能反到了。子阳这把也不做战金装，我就给队友跳盾。嗯。他后续应该是要做的，现在还没有到出专金当中的时候。嗯。他现在团战，他一个盾，花海一个一技能，青青草原回血，是的，就等于是有双续航啊。对，续航能力太强了。啊，然后这一局其实一争他的经济也还不错，就比梦兰落后500。嗯，但这500的话，太乙是一直跟着蒙亚的呀，哎。就正常来讲的话，太乙这人阵容，如果是常规发育，对位经济得有个2000到3000块呢，十分钟。不至于，就全场啊，整个战队的。
TT 云实时胜率预测啊，武汉 Insta Pro 这边是62%，已经相当高了。现在阿古罗打人也很痛，因为鹏鹏是没有魔抗的。阿古罗他那个肉刀，再包括他那个人格大招，这波动手了，画面之局框一下，框到了花海，鹏鹏被下雪下的难受了。但白兽位置不错，可是正前方已经被打残了，黑石复活已经给到了，伤害不够吗？马上还要进去投。龙有了，他想进去丢一枪去收掉残血的阿改的太乙。这波坦然没有大招，有大招感觉都要被戳死。刚刚这波也看到了，鹏鹏的凯在顶进去的时候，基本上一步一停，一直会吃到一些小控制，但还没有摸到对面的时候，自己就残了。伊斯拉就等周瑜把火扑好，然后把周瑜把你血下下来，然后再慢慢打。就阵地战围绕着周瑜的火来打。刚刚那个位置我感觉是跟百兽的配合可能有一点出入，就正面已经被打残了，百兽才刚好到位，就一心先框的。哎，这一波上去炸两个，可惜鹏鹏没炸，开出来、啊、好了，这一波一个闪现了，可是闪现过去之后直接没了，被蒙牙给扫死了。关羽这波进去顶一下，慢慢打，坦然还是满状态，羊也没了，坦然上去一枪两枪打出来一个复活，但是蒙牙根本就不虚他，再点一下关羽再来一个一技能，但他不会收掉了青柔，花一丝血，好不找了，能跑，这波龙有了，这波团战打赢了佛山第二季 GK 打了一个换三，是的，这波先去把对面野区收了，感觉会好一点，也可以直接开龙。就团战只要跟关羽配合好，还是有的打的。是的，这波框得好，关羽对框住了之后，关羽紧随其后就来了。是的，而张飞这波没大，一心太乙直接把对面后排的血量给下下去了啊、然后关羽再收割，主要是这波紫阳也没有大招，张飞大招是还没好的，选择进蓝，虽然说确实也抢到了，哦扫到了蒙亚。这一波死了，是的，再转一下，回顶顶回来个本体，还在顶，对，再顶一下没了，又是一个一技能，我被打连续掉点了呀，对，12分钟这个时间节点，两波团战 GK 都打赢了 ，GK 的团战能力确实很猛啊，他总能在劣势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两波机会，对，拼正面团的话，武汉 Insta Pro 真的也不占优的，哦，这个红是给了鹏鹏，是的。因为蒙亚这英雄他其实主要是靠一技能打伤害嘛、然后妖刀也有时候他玩蒙亚这英雄，我说给你红给你红，他说我不要你拿就行了，因为蒙亚这英雄是不怎么吃红的，一技能扫队友防他挂个减速，或者自己二技能挂个减速扫就好。这波佛山第二季 GK 空到龙，而且是10分钟的主宰，然后再反压了一波，也入侵了武汉 Insta Pro 的野区，可以说局势目前也是佛山第二季 GK 手上的。是的，这把在团战上感觉坦然比较难发挥，现在就看一星框的怎么样了。现在需要框到后排了，框前排是杀不死，框前排只能蒙亚突突一波。是的。蒙亚打阿古罗马超阵容是很难死的，因为这英雄他很肉，然后吸那个阿古罗的小野很能吸，对，阿古罗打他基本不掉血，你要比伤害的话那就等一阵装备起来，就只能等虞姬装备起来，你不等虞姬装备起来的话你是跟回山加 GK 是拼不过的，而且虞姬这把在对面有一星的情况之下他还得顶个魔女，不用出魔女打虞打一星不会出魔女的，他如果被关键是这局比赛你看到一阵被开了几次了，蓝军那波被一波，蓝军那波被开到了。对，太乙只要炸到他，一星只要框到他，他基本上跑不掉的。对他，反正下一件要把末世出来。但如果被框到的话，他出魔女 也差不多，也活不了，他肯定不会出魔女的。因为一般射手打一星都不会出魔女，最多打火舞或者沈梦溪要出。他被凯贴到了，也基本上没了。但是这种不太好贴到他。哎，这红 buff 还是被花海守下来了。现在就等龙，也不着急 GK， 因为他们这阵容也不着急，凯后期也是很猛的。对，而且这个时间段反正是他们局面上的优势，有太乙加钱。是的，伊斯拉也开心，因为就拖我虞姬装备，反正往后拖嘛。对，虞姬马上就要出末世了，先看正面团开的怎么样，一星有没有机会，关羽再绕先框，没框到，框不到，这波飞了很多技能，蒙亚没大，然后没有疾跑，血量也下的差不多，这波要拼要炸呀！这条龙要抢了，不要炸改残了，闪现已经交了，走 了走了，完了得放龙，不要了，鹏鹏这波要被留了，鹏鹏闪现向前一扔，
那这一波鹏鹏就没办法了，太乙真赶紧给个复活，看能不能救起来。在卡复活时间，对，还在拖塔。不能救啊！这一波 GK 救的就全炸了。炸了呀！推三个，推了一下，顶一下，顶一个张飞，但是周瑜又是连续的控制在时间，转出了一技能，还好是做了两个人的止损，但只剩下清风一个人了。是的，这波 GK 啊，在那条龙在打到那种情况之下，只能放个 Easter 但是鹏鹏他回头想交一个惩。是的，一波了这个。因为阿古罗就直接放个一顶进去，然后就直接一波了，就守不住了。射手活着，点塔速度也很快嘛，线要来了，直接顶进去，阿古罗他不能给你直接了。甚至这一波线，直接一波吗？先赶人，主动上去，要走。但是还有线，能能还有线，看能不能拖住啊！拖不住，最后刷了一波兵线，但清风已经没有被动了，还有兵线在点塔。我们恭喜武汉 Easter Pro 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哎呀，一条龙、哎、又是一条龙引发的血案，感觉 GK 太着急了，他要先带线，他带线其实是优势的，他正面能拉扯得住，因为他正面他一直在被白消耗，如果摸龙的话。他这两把都是因为龙然后炸掉的。对，第一局风暴龙那波拉扯其实非常像，就是主角的龙不一样。是的，对，但最终的结局相同。他这波一星没框到 C 位的时候就应该撤退了。对对对，就少了一个大了。对，他不要再想打这个龙了。嗯，但他们正面四个人走了，可是把鹏鹏一个人留在那儿了。是的，然后鹏鹏开大之后他想走，但是想走的时候感觉想法就不统一。当时鹏鹏就想我还能拿这个龙，然后其他人就打不了走了。嗯，然后鹏鹏，关键是鹏鹏走了之后，你如果正面四个人都走了，你把鹏鹏卖了也就卖了，是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其他人也过来接了，对。他回来之后给了一个复活，但是你这个复活给到了，那你就走不了了，是的。来看一下两边的赛后数据对比吧。最后这波团战的话，一真他的末世是刚好做出来的时间段，点前排的速度也很快，伤害很高啊。对吧，总的来讲的话还是 Easter 在前中期的阵地战上赚了不少。是的，其实前中期 Easter 处理得很好，嗯，完美的避过了凯的强势期。对，而且节奏上很紧凑。是的，就是 GK 在线上做了一些优势之后主动进到野区，但是 Easter 他们也接下来了。嗯，其实 GK 在前期打的还是不错的，有两个人头都是单杀拿到太乙，单杀了虞姬，对，然后上过关羽单杀了马超。其实挺重要的那一波是 Easter 把坦然放下路在那一波。是的，那一波挺重要的。嗯，对，输出方面莫兰这边输出 36.1%， 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看武汉 Easter Pro 这边输出伤害更加平均一些， C 位输出都很高。他这个阵容抱着打，对，一直在抱团。我感觉佛山第二季 GK 没有把萌芽中期伤害高这个点很好在团战里面利用起来啊。那两波打过都是靠萌芽一直在扫嘛。对，15分半的一个时间，我们看主要是10分钟的时候啊。对，看 Easter 大这阵容抱团抱得很紧啊，双方都11个头，但他们有30个主攻。那太乙阵容没有把经济滚起来，确实是有点亏。还是，我觉得后头 GK 如果想赢的话，就是要把龙这个给处理好，嗯，还要把线和龙协调好。他优势了，我觉得就是先把线带好，然后再过来运龙。对，用兵线拉扯一下对面，不要老想着拼五 v 五。对，来看一下本局最佳给到是武汉 Easter Pro 子阳，他的张飞，90.9%的串串率。对，前面野区入侵啊，包括指挥，我感觉在最后那条龙的一个指挥上面，武汉 Easter Pro 指挥是相对佛山第二季 GK 会比较好做，就只要看到一星这个大，没有框到人，直接就会喊一起冲。嗯，是的。来听一下这局游戏他们的一个赛中语音沟通吧。好，那听了他们这个赛中语音沟通，他们在最后这波团战刚打完的时候，这边已经下达指挥了，就是能够去一波。嗯，然后后续的话在三个人在一波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细节比较多的。嗯，他们这阵容就是跟小胖说的一样嘛，你在正面如果你交了双技能没有留到人之后，
那你就不要想再后续继续打什么东西了，你在争夺资源上EASTAR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对，其实这局我觉得双方打的在前中期都是有来有回，首先是 GK 开局的时候会有些优势，然后武汉EASTAR Pro 通过他们的策略又挽回了一些局面，到十二分钟那个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佛山第二季 GK 的一个蓝区，他们团战也是打赢了，然后回头追着武汉EASTAR Pro 打，然后到后面又被武汉EASTAR Pro 掌握回来局面，他们阵容强势，起码在那个时间点跟他们打肯定是有优势的。是的，但感觉就是在龙这块的话总是棋差一招。是的，因为他们没有给到武汉EASTAR Pro 兵线压力，然后武汉EASTAR Pro 也不这个队伍也不跟你管线，我就跟你打，他是你如果漏了我会正面冲你，但如果没冲到他其实兵线就会很裂。对，那前面两套佛山第二季 GK 拿的阵容输掉了，对他们后续的 BP 会不会有所影响呢？不会，因为都是常规阵容。那也是希望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他们能够再好好调整，也是再次恭喜武汉EASTAR Pro 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让我们稍事休息。